哎，还没看呢。哎，张总，您要不再看一下内容？这项目方案已经改了第三次了。我最后再说一遍。可恶的张八皮，有病就去治啊！老板了不起啊，一把年纪不结婚，不知道专钱给谁花。啊！加班加班，该死的张志明，我要是猝死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 我这破嘴是配不光吗？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居然被张某坑进。啊！救命！什么情况？我不是。 自我村贯彻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大大提高了我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我村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制，1982年，不是吧？我穿越了！姐，你没死啊？吓死我了！听说你刚才都没气了，这大喜的日子。 那是死，祝婚没结成，王家，我老娘要去哪里去？结婚？就嫁给那种短距离的，又帅又有钱的农村糙汉吗？说，结婚了，结个吧，我嫁。媳妇儿，还帅吗？啊，是这货，那还死了好。 小子，你给我站住！小二，先说着，下回一定结亲。张志明，这位女同志，我认识你吗？1982年，也叫张志明，真的是他，孩子，我的王八蛋！滚！你个杀青岛的黑心老板，害我不死！滚！滚！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打了我，你就得赔钱。哇，既然不言不，我是给我演大戏的是吧？骗我们老家彩礼钱？这有哪位啊？姐，你忘了？他是王厂长大儿子，亲闺大哥。哦，不好意思啊，大哥，结婚我们赔了。不结了，你把老苏家攀上我们王家啊，算是你们苏家祖坟上冒青烟了。还不结了，你有什么资格悔婚？妹。 彩礼退了，姐，钱都敢在这还债了。嗯，我还真是一怒之下，我怒了一下。我跟你说啊，今天不把这钱拿回来，谁也别想走。我告诉你啊，骗彩礼钱了。警察，哎，给我站住！哎，姐，别管我。我在把他交。哎，到了到了，算零是吧？你要账，我就跟你算。 凤霞，俺买上28缸来娶你了，这什么意思啊？他是成立药材厂的陈老板，可是你一辈子都包办不起的人物，咱俩就算了吧。哎呦喂，被甩了！张八皮，你也有今天啊！但凡我现在有部手机，见个吃瓜群，不敢想象何慧是多么恨这个小女孩。你不是说有了28缸就嫁给我吗？ 二八杠我都买来了，嘿，臭包子，我这2毛的车顶你50辆28杠，你省省吧。你就别纠缠俺了，俺可不想跟你窝囊一辈子。拜金女上大分啊，接着羞辱，接着骂，接气。
帮我。哎，媳妇儿，不就摩托车吗？咱以后买30辆，每个月每天骑不重样的，对吧？就是，俺们年轻有的是时间赚钱，不像某些老蛋儿活不了两年啦，两腿一蹬，老婆年轻，守活寡女的，孩子继承家产，哎呦呦呦，真精彩呢！臭婊子，你谁呀、啊？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哎，春露，你别听他的。哎呀，凤姐，急了。你急了，这么凶，难怪志明不要你呢。志明，哎呀，某些老王八就爱捡我们不要的烂货。你个小王八，你骂谁老王八呢？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给我叫嚣呢。三旺，上。哎呀！大雨在千里呀呀呀呀！啊，哎呦，你都打人了呀！呀，这不小赵对象吗？怎么跟了个外乡人啊？可不是嘛，小三上位打原配，真不害臊。果然碰瓷儿在哪个年代都不会使。爸，我的呢？你别凉快去，这是我想的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要不是我卖力吆喝，乡亲们过来看戏。干嘛？你还欠我演出费呢，啊？5毛？你看我像要饭了吗？5块，大哥。5块？你把我卖了，我也凑不上这么多钱，不要拉倒。真是大爷，果然这李狐狸奸诈得行。我还受伤了呢，抵消了。哥，哥，还是你教俺的法子管用，不到2个小时，俺的鱼全被高价买走了，是吗？哎，对了，给，哎呀，拿着吧。哎呀，哎，得了，下次你再拿几条去镇上卖，就说是野生的，送人不卖。哼，欺了一箱。重生到遍地黄金的80年代，但这开局简直是地狱级的难度。嫁傻子，遇黑心老板。不行，吃的还是小白，我得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啊，不能让他发家致富后再去压榨我家社畜。我得为民除害。姐，你快来。灵儿，你看灵儿来给你道歉了，这丫头啊以前就是猪油蒙了心，糊涂了。道歉？道什么歉啊？该不会真让我嫁给那傻子吧？灵儿，要不是当初为了给你妈治病卖掉家里所有的牲口，你爹也不至于借钱做买卖赔得血本无归，这钱你不还谁还？现在嫁给王家你还又来嫌弃了。大姑，你就别操心了，这钱呀我自己会还的。还？你拿什么还？今天你要是钱还不上，这工作都保不住了。行了啊，婶儿，我说呀、啊、你也别费心了，你看人家瞧不上我们王家啊，这辞退信啊咱们就按流程来啊。谢谢你，得赶紧给我辞了。白纸黑字，一个月内我必还清，格局懂？不是，灵儿，你疯了呀？无论哪个时代的女性都爱美，想赚钱，得从最了解的群体开始。
学打工学的服装设计，派上用场喽。很好，成为女富豪的第一步，摆地摊。瞧一瞧，看一看啊，香港明星同款发夹，物美价廉。是你？咋是你？你咋你的名字这个？哦，什么？你不会以为我学你的吧？瞧一瞧嘞，看一看，玩游戏免费领发卡喽！姐妹们，快来，这是免费的。哎哎哎，别走啊！一毛钱，只要一毛钱，你就能扔一次飞镖，扔中多少减多少，每多拉一个人参与，就能多扔一次飞镖，拉十个人就能扔十次飞镖。哎，大家看过来啊！不要一毛钱，只要八分钱买发卡送松花鸡蛋。乡亲们，往这儿看喽！买发卡送新鲜猪肉，特别送猪肉，我们去他那儿。来，喜欢的自己挑啊，就这个特别适合你。你看，苏百灵，你中邪了吧你？别！今天我就算亏本，你也别想赚一分。那小两口干吃的，一块摆摊挣钱呢。谁跟他是两口子？你别说我说话。还说不是呢？就冲你们这俩关系啊！你下次趁早要为我们老伴买个包。老东西，这一把年纪了。干娘，这个送你。这怎么好意思啊，闺女？戴上年轻20岁，真漂亮。小伙子，这么好的媳妇，你得好好疼啊你啊！真够无耻啊，学人精儿。你懂个啥？这叫人民群众的共同智慧。先富裕，再富后富。走喽！张扒皮，走着瞧。哎，玲儿，这次姑啊，可是费了老大劲了。大姑，我现在不找人。不是给你介绍对象。这是李家村的王二狗，家里有5头猪3头牛，从小患了病不能讲话。哎，巧了不是，你从小就爱清静嘛。你把我这当爱心收容所啊，大姑，你要真闲得慌就找个班上去。哎，玲儿，你可长点心吧，王家都已经传话过来了，如果你的钱还不上，你妹妹的班也不用上了。走，跟我相亲去。不去，撒手。哎呦，什么？动太气了！哎呦，孩儿他爹，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我可怎么活呀？帮个忙！王八蛋，你吃我豆腐！不要诬陷好同志，我是说5块。你怎么不去抢啊？你上回不也这样说？胡心拉倒。成交。哎，大姑，俺媳妇儿刚怀了孕，可不能撞了胎气，可不行拉拉扯扯的。要是等会儿动了胎气，可就不好了。你叫谁姑呢？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你就是个臭流氓，玲儿，你糊涂啊！大姑，等将来宝宝出生了，一定要记得随份子哦。造孽呀！强门不幸啊！哎呀！喂，这原主的体质也是有够差的，还给姨妈要了半条命。你来喝点水啊。没想到你还5分1碗。姐，大妹怎么了？我先出去。你咋来了？姐，不是我说你，你怎么现在还有心思搁这处对象啊？人家王家都上门要债来了，我见你人正到处找你呢。这群王八蛋！姐，我看你最近也别回家了，正好在这儿避避风头吧。那行李俺们给你带来了，还得是你。你不会真打算赖我屋了吧？你都是孩儿他爹了，住你屋可是很大。
那也行，那得给房钱。多少？看在咱俩都是老相好的份上，我就算你五毛钱一夜。哎，你看我又当男人又当爹的，你得给我夹着。不多，也就每个月上缴20块钱。我呸！你也说得出口？那食物也行，不过你得给我盛包早饭，顿顿给我做包子。想得倒挺美。师傅，加油。那15你就可不能睡床上了，得睡地上，因为房间比较脏。什么？黑心资本家，你还我钱！哎呀，以前咋没觉得这床这么软和这么舒服？闭嘴！哎呀，爷，你干嘛？上去吧，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能让女同事睡地上？上去吧，上去。谢谢啊。哇，这结实的背筋，这道三角，这曲线。不行不行，不能看这张白皮，以后可是老资本家，是广大社畜的敌人，不能乱了军心。哎，你咋起来了？你光天化日的，你不害臊啊？哦，你耍流氓是吧？你个大龄女青年，偷看我年轻小伙子洗澡，吃亏的是我。哥，哥，哥。你的志向，谢谢。哟，苏爱玲，真是冤家路窄。嗨，这不是王哥吗？早安。别废话啊，什么时候还钱？不是说好的一个月吗？谁他妈允许你一个月还了？明天。就明天，我跟你说啊，这钱你要是还不上啊，我弟弟还等着你这个媳妇呢，听见没？完全不够啊。借我200块行不？我有急用。谅你也拿不出这么多钱，算了，我走人了。哎，看见没，哥有事情。欢迎好同志，你看咱俩都是邻里相亲的。借我点好不？还是不借。要不是你这个张扒皮抢了我的客源，我早两个钱还债了。别怪。这是给我做的，今儿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记得娘还在的时候，也给我做包子。
钱呢？王哥，钱不就在这儿吗？臭娘们，你敢耍我？上！媳妇儿。王八蛋，快放了我！给你脸不要脸，就给你点颜色瞧瞧。好，你等着吃牢饭吧。你自己打理，还得让你给我们王家生娃娃。我伤你阿姨姥姥。上，我扒了衣服。干什么？干什么？别过来！不是我。你醒了？你是？啊！你们记得我了？我在哪儿啊？完了完了，不会打傻了吧？医生！嗯，没啥。看来艾琳同志还挺关心我的嘛。切，白高兴了我还以为我已经出汗了呢。不过这次，谢谢你啊。哎，同志之间这种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不过，你要是真想谢我，有谁行？表示表示。我撤回。给你看。艾琳同志，小苏，玲儿。大早上嚎啥呀？我饿了。在做呢，急啥？我要吃包子。没有，要吃自己做。哎，你就这么对待一个救过你命的病人？我头好疼啊！我动动啊！上辈子当牛做马给他打工，这辈子还是当牛做马打工还他的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要想摆脱张扒皮，必须得尽快赚够钱，但光靠摆摊肯定是不行的，得把品牌打造出来。哎，有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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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自带天然香氛的头花，哪个妹妹能不爱？哎，方妹子，来进来看，进来看，随便看啊。姐，啊，那个，我想在你店里支个摊位卖头花，
啊，这，哇，你这头花好香啊！对呀，多少钱啊？来，你们拿着，随便挑，随便选。姐，我这以后生意绝对不会差，咱俩可以搭配销售，合作共赢。这样，你呢帮我按价售卖，我每天来补货，每个月的利润分你两成，如何？好事好，可我已经答应张家那小子了。哈，真是哪儿都有他。他可给我三成呢，他这铺子恐怕还没开过张吧？姐，照我这火爆程度，我的两成可不比他的三成差。你要是不愿意，那我只要去别的店问问喽。哎呦，别呀，大妹子，别别，行行，姐硬了啊。好嘞。小苏同志，我这前脚刚走，你就开始拆我后院了。救命啊！这人是有点 GPS 在身上吧？刘姐，咱之前可是说好的。嗨，这就一个小摊位的事，这你俩谁摆都一样。要不你俩先商量商量，我还有事。站住！我出四成。四成？哈，行，我出三成。我这三成的含金量，刘姐你心里应该清楚哈。行，三成，这可是你说的。哈，我苏爱玲从来说一不二。好，既然小苏同志这么有魄力，那个摊位我就不要了。嗯，哎呀，刚好跟对面大叔谈妥了，只要我两成，还得谢谢小苏同志帮我挪摊位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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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人俺都给你找来了。很好，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爱玲企业的初代员工。你这样子，哎，姐，你说咱们这这么多头花能卖出去吗？急啥？马上来了。艾玲，艾玲，赶紧给我补货！就我上架不到一个小时，全被抢光了。现在我那店里啊，被围得水泄不通，现在还一堆人等着俺补货嘞。哎，刘姐啊，急啥？你现在呀，去做两件事。第一，我们现在开通预售，要购买先预付一半定金，到期后来取。告诉他们，名额有限。哎，第二啊，你呢？利用门店的人脉资源，把货给铺出去。好，好，我明白，我这就去办。我走了啊，行。哎，姐，没想到你转那么一下，简直脱胎换骨了。这么神，那安也是神。哎，收着点吧你。这以后呀，鲜花补给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哎，成。这小妮子，脑子够灵。花样倒是不少。这爱玲发饰也太火了吧！现在不戴这个都不好意思出门。还好俺是男的。吴哥哥，现在咱们可咋办啊？他越火，对咱们才越有利。哎，我交代你的事儿，你办妥了吗？厂子已经联系好了，第一批货已经到店里了。不过哥。俺家这开了几十年的鱼铺突然改成了毛线铺，俺娘知道非宰了俺不可。放心吧，咱的好日子在后头。姐，姐不好了，毛线买到货了。怎么可能？千真万确，说是被一华的人全部批量收购了。不行，必须将这黑心公司扼杀在摇篮里。乡亲们，瞧一瞧，看一看啊，这就是咱们爱玲发饰的原材料宜华的毛线，来，大家摸一摸。哎，你真别说，这质感真好。那当然了，这可是正宗的新疆羊混羊毛，柔软保暖，不仅做发饰好看呀，做衣服呀、帽子穿上别提有多舒服了。来来来，你们都摸摸。造谣这么热不是吧？我什么时候买过宜华的毛线了？
这都是我的奖啊！这不是我说的，那是大家伙都这么认为的，是不是？是啊，难怪艾琳画室的质量这么好，原来是用的伊华的毛线。这艾琳舍得用好料子，咱也得支持一下伊华啊！可不是嘛，我这件毛衣就是伊华毛线织的，不起球。哎，去店里瞧瞧吧，走走走。哎，艾琳啊，你现在不是女人，艾琳跟伊华呀，迟早绑一块。哎，多看看啊！ 哟，火气这么重啊！张志明，你够不择手段的，你把我架火上烤是吧？艾琳同志，您言重了，我也就沾沾您的光。哎呀，共同富裕嘛。少来，你垄断毛线公司，不就是想高价卖给我吗？我告诉你，想都别想。哎，老板，下次有雪花找我，快点。 我说你无耻，我都夸你了。啊，谁说了我一定会高价的？只要量大，还是会有优惠价的。我呸，想都别想。姐，这可咋办呀？这马上到交货日期了，咱可都是有定金的呀。 别慌，我去城里找厂子。哎，姐，这就是 A 市最大的纺织厂了，果然名不虚传。哎，干嘛的？啊，你好，我是黎萍香，过来找柜厂谈合作的。黎萍香？哦，今早还来了一个，你们是一块的是吧？啊，那儿呢？ 可恶，又被张志明抢了先。刘志，相信不出半年，这乡镇平民市场一定是万盛和伊华的。好，小张，我相信你，再接再厉。哎，谢谢。哟，小苏同志，这么巧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冤枉你白跑一趟了。少得意，这亲事不缺纺织厂，再走着瞧。好心提醒你一句，早点回家吧，啊！不要你好心。你说你是黎萍香的？是。小李，送客送客。哎，郑厂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上头早就打过招呼了，黎萍香这块肉。 只剩最后两天了，就算找到加班厂，赶制恐怕也来不及了。喂，你的东西！哥，不好了，有个男的开小轿车和塑料袋，还有一车子货。什么乱七八糟！你还不去看看？ 就送到这吧，谢谢你啊，江厂长。好，小李。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收下吧，走在信息前端的人，才能抓到第一缕商机。嗯，您说的对，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还有，我要谢谢你。 帮我找回了我父亲的遗物，那10万的投资很快就会到账。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咱一定能把万盛打得落花流水。
我很看好你啊。那你走哈。他竟然说动了国达的江静豪，这搞外贸的怎么也掺和进来？再见啦，财神爷。哟，艾琳同志，这又是小轿车，又是大哥大的，日后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我这孩子他爹啊！你有病就去治。明天就要开售了，这制作还得花时间，只能连夜赶工。啊，不行不行，我可不能像张扒皮那样压榨员工加班。嘿，姐回来了，这是。今儿个一大早我还发愁呢，然后一华的人就过来送了一大批毛线，连货钱没收就走了。他不用谢我，你欠我的账又多了一笔，利息另算。我就知道。你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办公点了，这两天辛苦大家了，来吃糖吃糖。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加盟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艾琳的品牌商标授权给加盟商，只需要支付一定的保证金就可以获得我们艾琳的品牌售卖权，同时啊，我们总部也会对加盟店进行管理还有培训。那卖出的钱归谁呀？当然是你们自己的啦。哎呀哎呀，加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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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香啊。哎，洗手。那毛线先给你，按市场价算的，别想坑我。哦，我的市场价可别人贵多了。不过，看在咱俩是老相识，林涛跟丽姐，给你了。哇哦，我没听错吧？你可是张扒皮耶。不过，你也教教我你那个小方法来。哦吼。那你走。嘿，行，本姑娘也叫对。看了一圈还是刘姐的店地理位置最好。哎，艾琳你咋来了？进去坐。好姐，你这最近生意咋样？哎呦，这好得不得了，这不又要去你那取货了。不是，服装呢？我两倍价格盘这铺子，还让我当掌柜的领工钱，年底还有分红。哦，要是嫌少呀，还有奖金。哎呦喂，你可真是俺的财神娘娘！哎呦，呸呸呸，不能封建迷信，你可真是俺们人民心中的好同志呀！这实话跟你说了吧，这要不是你的这些饰品撑着，黄牛店呢，这就开不下去了。姐。咱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不过嘛，你这些服装都得大改造。饰品只是小试牛刀，是时候重拾老本行了，服装市场必须拿下。噔噔噔噔！哎呀妈姐，你这改的也太好了吧，你这手艺放在全国那是杠杠的。妈，这些呢，你都送去城里的服装厂打样，咱下周就开业。画稿跟样图千万要保存好，不能有半点闪失。小姐，你就放心吧，人赛天赛，绝对靠谱。都这个点了，爱卿还没有消息，不会出啥事了吧？别别别别。
大小姐，你半夜不睡，你雇佣啥呢？雇佣？你要去哪儿？哦，雨，你怎么来了？这大半夜你要跑了，我上哪儿找你要钱去？所以到底啥情况？我妹妹上城里办事儿，这个点了还没回来，我得去找她。你也别想太多，兴许是啥事耽搁了。哎，这么慢，还是我来骑吧。停车。不问，你不会趁机收我蹬车劳务费吧？这都啥时候了？同志的安危比啥都重要。这人也没那么无可救药嘛。你没事吧？哎，别动，不要血了。你也流血了？没关系，男同志有点小伤，不打紧。起来。哎，这离镇上不远了，就这么看看。小苏同志。村里的粮食都被你吃光了吧？闭嘴啊你！我的意思是，你以后把隔壁村的粮食也都吃了吧？你还是太轻了。我先把你给吃了。哥，你是辉子？姐。你上哪去了？啊，没事吧？你这到底咋回事啊？姐，刚刚遇到个劫道的，幸好是辉子哥来了，替他把人赶走了。这可是冤大头了。不过姐，东西太粗大了。啥时候来管什么东西啊？没有能力重要吗？钱没了可以再挣，我只有你一个妹妹。姐，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说来话长。妹子没看到咱设计稿吧？放心吧，姐，没看着，我躲一阵子。之前这张志明老坏我事，这次有他好看的。快点！走了啊，拜拜拜拜，小心点啊。哎，知道。哥，你脚里红石都搬走了，咱们下周就能开业了。真的？嗯，真棒。回去请你吃大肘子。行。小苏同志呢，跟我比你还欠点火。怎么还没来？这小子也太磨叽了。俺给俺哥送点吃的。啊，是的，啊，我也是，嗯，好巧。救命！不会觉得我故意穿成这样吧？辉子怎么选的衣服？这他说不清。结婚去啊，小张，有喜糖吃喽！哟，新婚快乐，恭喜恭喜！我是金三
呀，个风呀，跟。哎，气死啊！过山风呀，好天晴。感谢各位乡亲们的捧场，我宣布爱琳时装店剪彩仪式正式开始。接下来请欣赏表演模特儿 T 台秀。一华夫人隆重开宴，为感谢各位父老乡亲，我们特意请来城里最受欢迎的表演团，大家看过来啊！哎，走走走，跟那边了。哎，大家看看啊！好啊，接两份活是吧？早知道他会来这个，幸好我有鸭腿。乡亲们，接下来请欣赏热闹舞曲《宋千里的一把火》。你是那冬天的一把火，请不要温暖了我的时光。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的真。兄弟们，不能输给女同志，来，大家看过来啊！乡亲们，今天消费将获得遵守你亲手赠送的爱琳伴手礼一份。我就知道这个贵，还好。乡亲们，看过来，今日今年消费可以参与免费抽奖，中奖者免费挑选服装一套。今日消费全场八八折，附赠棉被一床。赶紧看看吧！来来来，我来！乡亲们，今天消费将抽取幸运嘉宾，赠送免单机会一次，还有明星级的保姆穿搭教程。我今天就是亏死，也不可能让你挣一分。瞧瞧个长得好，又一起做买卖，真热闹。可不是嘛，夫妻齐心齐力能断金。你好，一共三块。哥，苏老板，不是说好的八九折吗？啊，抱歉啊，我们开业的时候才打折，现在都已经恢复原价了。要不这样，您是熟客，我破例给您打个九五折。什么九五折？要不是冲着八九折，俺都不稀罕进来。算了，不要了。哎，姐，好商量嘛，那九五折不行的，九折。好你个张志明，欢迎光临啊！啊。你干嘛？哎，放心吧，这码子俺能穿，不用试。哎，不是，你都没给钱呢，付过了呀。我，你，你要喊牙带喽？艾琳，艾琳，不好了，艾琳，你赶紧去店里看看吧，出大事了。可算来了！莫非您不知道，现在市面上假冒伪劣的艾琳饰品满天飞，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加盟商连饭都快吃不起了。对呀，赚着我们的加盟费，自己要卖假货，你可真够黑心啊！黑心！大家先别急，
啊，艾琳的技术从未外传过，哪里来的假货？阿明，他骗你不成？自己看。请大家稍安勿躁。这样，大家给我一天时间，我来查清来龙去脉，我保证，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一天时间不了怎么办呀？对呀，这个不了怎么办？对呀，万一呢？刘姐，你找几个可靠的，去邻村查查假货来人。哎，今天荷花儿怎么没来呀、啊？是啊，她请假了，家里缺钱呢，平日可从不见她旷工请假，今儿个奇了怪了，我早就觉得她不对劲了。听说她和一华的张老板是相好呢，就前日子还见她出去幽会。当真？我看咱老板娘跟那张老板关系可不一般呢。嘿，谁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事儿都办妥了，放心了。你咋？张志明，没想到你可以卑鄙到这种地步，我真是看错你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不承认？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他，是他。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陷害我？陷害你？是你口口声声说这是办成的，就给我钱，还给我名分，咋就不认了呢？你在说什么？我压根就不认识你。那天你要了人家身子，还发了誓，我才愿意为你办那些肮脏事儿呢。张志明，真令人作。真的不是我，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大屁话你还在狡辩？好，是我，我就是你眼中那个卑鄙无耻王八蛋。现在你满意了吗？给你半天时间，就是杨主任的假货。哎，姐，你别哭了，姐，姐。就是想不通，你说他为什么呀？就是他嘛，俺觉得吧，他不像坏人。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如果真的是荷花告的密，那这纸上的字是谁写的呀？俺可记得荷花都是实字。是啊，什么？他不识字儿？他不识字儿？是啊，他现在人在哪？艾琳。哎，姐，艾琳，艾琳，查到了，查到了，就王家庄的李四狗，这些全是从他家搜出来的，但让他给跑了。还有这两贱人，他俩在村口正好商量怎么脱身的，正好被我撞见了。是你们两个干的？那你白天说的那些，那纸条是俺偷摸塞的，俺对不住你老板娘，俺爹重病没钱，实在走投无路了，正想他找到我说他有法子。呸！是我又怎么样？你个贱人，当初是怎么和张志明一起羞辱俺姐的？俺要十倍奉还。你姐？你是吴凤霞的妹妹？苏老板老命啊！李四狗都是吴春山那个贱女人在我耳边吹风，我这才一时糊涂啊！谁我给你带来了？这不是我。张志明，张志明，啊！张志明，喂，张志明。刚收锅的，尝尝。我这种不择手段的小人，哪会吃苏同志的包子？哎呀，别这样嘛！是我冤枉了你，是我
那要不泥沙回来，只要你能止泻。啊！打你我还手疼呢，而且我从来不打女同志。那我自己打。算了，你走吧，房钱什么的，我任我跟你算。你要赶我走？钱没还清之前，我哪都不会去。况且你伤得这么重，我有责任照顾你的。我这种卑鄙小人，哪配麻烦苏东之您？而且我这破屋也容不下您的正义之躯。不是你，没有，哎呀，你跟我一起解释吗？你是要跟我解释我？张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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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张同志，张志明，夏姐，那个。孩子，哎，你不是走了吗？嗨，我就出门买个菜，你别忘了，我还有钥匙呢。看看你，真是一分钟都离不了我。啊，给我。谁离不了你？我自己能行。放心，我不要你护工费，赶紧的，别磨叽。不疼，这点小伤。这点小伤，男同志不打紧。哎，对了，你那天是怎么找到李二狗的？怎么找到的不重要，但只要找到他，就能证明我的清白。对不起啊，连好同志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对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要怪就怪你前世作孽太深，本社畜 PTSD 了。哎，这事儿赖我。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的。弥补我 那你把我智商的那几十斤毛线滚啊！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嘞！520大促销，全场满3块减5毛，错过今天等您连累！里边瞧里边看哈！来来来，看过来啊！全场第二件半价。买到就是赚到，走过可别要错过啊！哎，快点，里边花样多着呢，咱们先别抢。哎，大娘，大娘，哎，今天开业，第二件半价，划算着呢。大娘，咱们这里头人我都给你半价。哎，今天开业第一单，给您算3折，怎么样？哎，走，来我这儿，来我这儿，来我这儿，我就是上个毛刺，谁价不一样？那你去他家上去啊。舒婉玲，舒婉玲，你个没皮没脸的死丫头！你咋来了？你还知道俺是你爹呀？啊，你是不是巴不得俺死到外头啊？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倔驴蹄子，外头啊，嚼舌根子都骂到俺头上了。你说你装死匪分也就算了，你说你一个女人家，整天抛头露面在外头做生意，跟野男人厮混打交道，跟你那个短命的娘一个德行，不守妇道。是啊，这女人啊，就得在家做饭、带娃、伺候老爷们儿，是不是？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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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对。丢人现眼的东西，走！闹够了没有？给老子插口！是谁？哦，你是那个给我闺女灌了迷魂汤的流氓痞子苏国。我尊称您一声苏国。现在是改革开放新时代，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胡扯！我们听号召，人人搞经济，搞发展，人人都可以致富，女子也能当家做主。况且，艾琳同志是我见过的最独立、最有思想的女同志。好你个苏艾玲啊，苏艾玲，你跟外人一块欺负你爹啊？
大家伙都来看，都来瞧啊！这是我亲闺女啊，爸，老脸都出现了，都来看呐！哎，老板娘，好消息，城里来了个大单，预定了蓝头花。是吗？我回去就安排。大妮儿，哟，叔，您回来了。哎，您帮我跟林姐、老板娘说几句，咱也当个小组长，踩一出鸡蛋。好说好说。哎呀，好闺女，你真当了大老板了。还没到过呢。哎，妈不是看你年轻嘛，怕你在外头吃哑巴亏。那你既然当了大老板，我现在没钱。呸，没良心的。哎呀，苏叔，您闺女没骗您，那大钱哪能带身上的，是不是？当然是。哎，那个，今天谢谢你，不过没想到我在你心里这么优秀啊！没想到小苏同志这么在意我的评价。废话，你可是曾经一个破方案让我改八百遍的蒸扒皮耶。行，既然小苏同志爱听，那我以后就多夸。一句五毛，得，你还是别夸了。不好，老林，出大事了，咱爹你遭贼了。怎么会这样？俺一走来开店就已经是这个模样了。进货款没了，妈呀，这1000多的贼，这今天服装厂就要来收款了，这可咋办呀？先别慌，赶紧去报警。哦，对对，我赶紧去。姚苏老板，早安。嗨，吴会计，我说这一大早谁？哎，来，快坐快坐。你不着急啊？这不日子到了吗？我去厂里把上一季的货款收。说来您可能不信。昨天我店里遭贼了，货款什么？已经帮你处理了，你放心，钱一定能追回来。就是您看能不能再提醒我一点？这个吴会计嘛，来，王主任，好久不见。哎，怎么了这是？这吴会计嘛，来，王主任，好久不见。哎，怎么了这是？这不正在苏老板店里，昨天遭了贼了。遭贼了！哎呦，咱们这村可从来没听说过哪家遭过贼呀、啊！是啊，该不会是贼喊抓贼吧？哎，闭嘴，别瞎说话啊！咱们苏老板会是那样的人吗？苏老板，我这也是替厂里办事，拿不着钱我没法交差啊。这事发突然，我一时半会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不然您就再宽限两天嘛。哎，苏老板，我这儿啊刚好有笔款。应该能够一律过去。你看，得了吧，不会这么好心，光利息都快压死我了。行，你说这话，你那点利息够我们王家塞牙缝了吗？你说说。哎，您不要，该不会是心虚了吧？该不会是压根就没丢，你不想给，在这儿打马虎眼了吧？是苏老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做人别太绝。这倒是，当我是不是了？你说说。哎，王主任，王主任这是想帮你，你别不识好歹啊！会计，我看你这钱啊，今天恐怕是要不回来喽。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来人，搬东西。哎，别呀、啊！别搬我东西、啊！我给谁敢动？张老板，别不识好歹，这事你最好别掺和。爷，被抓着了。爷，你怎么在这儿？真是打了八辈子血没了。是你干的。钱呢？呸！老不要走了走，能在这儿吗？不能拉口家养的，半
赌了。这下好了，一分钱没捞着，老婆挨了一顿重。哎呀，警察同志，你一定要帮我做个机会啊！可以，是你偷的钱，然后把那个给别人抢走了。你知道那钱是干什么的吗？有你这种东西吗？还不是都怪你啊！不给老子钱花。好了好了，这不是吵架机，既然是一家的，要了保释金就能出去了。钱的事儿我会追查下去。来，警察同志。你们这是啊，你们父女俩在给我演双簧呢，我不管你们搞什么名堂，把钱给我，我立马走人。哎，来来来，咱们这边说，你们先回去吧。没事儿，不要找人的事儿，我先替你垫手。第一次见到这副面，哎呀，别吃了！你这劫匪有啥印象没？都蒙着面呢，谁知道啊？让。就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哦，有一个被我挠了，肯定有伤。哎呀，师傅，那个梁某，梁某，这钱是你的吗？俺的，就是俺的。这钱怎么长得像隔壁旁边苏老板丢的？你胡说，这是俺的，俺在这儿。果然炸出来了，这号就是我取的那天。果然。哎，你别跑。钱是追回来了，就是傻子犯罪无法判罪定刑啊，你说你们招了谁不好？谢谢周警官。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事我还没做，他只是没拿出地图。你爸都对了。警察同志，没有没有，警察同志，你看都是我这当哥哥的，没管好我弟啊，给您添麻烦了，对不住对不住。哎，没事没事，回去看好，下次别再犯就是了啊。哎哎，一定一定，谢谢谢。真是，但他们怎么知道我爹偷钱的呢？这不可能是巧合啊！莫非？哼！啊，你在吗？你们怎么知道是王国华告诉我店里有钱的？这几天谢谢你。啥？没听清，大声。我说谢谢你。啊？谢谢啊。啊？那，你这边替我垫的，还你。哎。这样好像不够，哎，这些，利息，利器要不要啊？哎呀，哎呀，同志，姐姐，俺爹就叫你回家吃饭呗。什么？我是保安。是我大学同学的。
你这是？灵儿，来，快叫妈！你疯了，还是我没睡醒啊？傻孩子，净瞎说！这是你桂花姨，是你爹，俺的相好的，往后对她就得跟像亲妈一样。灵儿，嗨。昨天刚认识的，这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啊！救命啊！是送孙儿那个的问题吗？这个是俺闺女艾玲，做服装生意的，那生意做的老好了。甭说是山转异响，就是小轿车也能让你坐得上。你要跟了俺，亏不了你。闺女是不是？你要去你别带走我。媳妇儿，有啥要求尽管提。真的。俺就是没见过照相机。好说，改天啊，让艾玲上城里买去。照相机没见过是吧？看这，咔嚓！好了，别没正经的，赶紧做饭去。等等，不是你喊我来吃饭的吗？怎么的？难不成让我这把老骨头围着锅台转吧？这人贵就贵吧，看看今天不齁死你们！哟，安玲，你回来啦！瞧这丫头，长得真俊、啊，你这小子去偷着乐吧。这是俺小姨。咱上屋里说吧。咋回事儿？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俺跟你处对象，巴巴的就跑来了。咱都是共患难的好同志了，帮帮忙了。免我一个月房租。艾玲，别看现在他是这样，8岁那会儿他还尿床呢。是吗？俺跟你说，这孩子命苦，爹娘走得早，都是我一手把他养大。但是这个孩子，他犟得很，心要强，以后啊，你还要多担待点。走了，俺姨晚上肯定会爬门偷听。真够甜的，就是那相机，俺和心心念念着呢。艾玲这几天啊，手头比较紧，晚两天吧。哎，我看他天天店里都很火爆，怎么会没钱？该不是防着你这爹，故意那么说的吧？来，媳妇儿，随便看，随便挑，喜欢哪一个就拿哪一个啊。爹，咋了？你妈挑几件衣裳不行吗？今天忙，没工夫跟你说。衣服你拿走，别耽误我的生意。你这孩子，还有那相机呢？哎，打住！
你吹的牛跟我可没有关系。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哎，疼死我了！家贼难防啊，苏福强。男的钱怎么了？贱玩意儿，我可是你爹呀！这怎么了？都肿了。爱玲，这个是你爹，你咋这么狠心呀、啊？我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了？哎呀，大家伙都来看呐！亲闺女打人了，都亲闺女打人了，我不活了，都亲闺女打人了！哎呀！他妈的，谁踹我？哎呀，找死啊！这不是好好的吗？慧云，慧云，嘿，这么多年，你还是老样子，臭不要脸的无赖，净给孩子添乱。哎呀，疼死我！你不见军人吗？疼死我！还有这个王桂花，出了名的骗老男人钱，你猪油蒙心了吧？为了他管孩子要钱？嗯。我和富强可是真心相爱的，这句话你说出来不显害臊吗？他的脚穿高档码，你知道吗？哎哎，你干嘛？哎，说，臭娘们不要脸的烂货，给你买的。哎，你走了。哎，张姨。爱玲，谢谢你啊。不用谢，咱一家人啊，不说两家话，只要你和志明啊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爱玲，看你瘦的，来来来，多吃点。张姨，你也吃。小姨一向都三百四，没想到这么难。哎呦，吃上了。你咋来了？哎呀，我闻着味就来了。来，费云呐，这是特意给你买的桂花酥，你小时候特爱吃的。以前我确实爱吃，现在啊，我听到桂花这两个字儿，你就犯恶心。哎呀，桂兰眼瞎，看错了人，我把那废弃娘们儿已经赶走了。你要再嫌俺烦，那拿着喂狗吧。行了行了，你该道歉的人是艾琳。玲儿，爹之前啊，确实对不住你。这碗饭别干了啊！嗯，放松。费云呐，也不知道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管好你自己吧，苏二狗。天如啥呀？嗯，他那样的，人家跌到屁股了。去去去，我跟你张姨有话要说。你们一边洗凉快去。苏伯，苏伯，俺还要上茅房呢。喂，哎，你说我爹不会脑瓜子一热对张姨不轨吧？他有这个想法，我没这个事。哎呀，嗯，牛啊！停电了。志明、艾琳，俺们去看看电路咋回事。哦，好。辛苦，今天晚上有那么好受的？嘿嘿，蛇，你有蛇？哎，哪儿呢？哪儿？蛇！我好心帮你，你下手也太狠了吧！你还好意思说，我恨不得把你的神手给剁了。哎，等等我。究竟是哪个缺心眼的把这电线给剪了？我们屋里刚刚还有蛇，肯定不是巧合。有人盯上咱们了。妈的，
要是让老子抓着，非扒他的皮不可。你别转、啊！你来，你先说，你来。别转！真的？哼，莫非你也想？怎么，你又想掺和啊？嗯。啊！旧厂的拍卖，我们老王就必须拿下。俺听说那张志明和苏爱玲那都参与了，他们什么臭鱼烂虾也配跟我抢？走着瞧。俺还听说那张志明已经上城里拉投资了。你俩现在立马去找张伟。去啊！让我们整死！红薯啊，新鲜的烤红薯，新鲜的烤红薯。老板，来个红薯。哎，五毛钱一斤。多少？你这红薯香精了吧？你爱吃不吃，火车站这块全是这个价啊。哎，你这土匪买不买？不买的话，闪一边去，别伤着我做生意啊。跟他道歉。吴老板，吴凤霞。没想到你在这遇见你，此事对你，俺一直很内疚。内疚？你当初抛弃我的时候，眼睛都没眨一下。他死了。啊！俺也不指望三言两语你就原谅俺，这杯俺先干了。老头死后，俺继承不少财产。听说清理厂子要竞拍，俺想做你投资人。你来管理，俺放心。你真的想投资？以前你说过想带领厂子发家致富，俺信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姐，要不你去捉奸吧？他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就算是跟头猪好了，那也是人家的自己。姐，真不在乎。老娘那都给，那这。好好的毛线，你就不干啥呢？天气不错，还有游乐场。天气好吗？陈姐，姐，你是说不来吗？你懂啥？我是斯坦迪行，为了厂子。没钱装傻大款。二娃，你念叨啥嘞？俺跟您说，今天城里来的那女的请张老板吃饭，哎呀，还要跟俺讨价还价哩。你说这城里人咋这么抠搜呀？
看着揣金戴银的，结果俺往他那包里一瞅，没几个大子儿。奇了怪了，真是奇怪，张老板平时酒量不错，可今天一杯就倒了。不过嘛，男人俺懂，醉了可就不好办事了。行啊，这药劲够猛了。怎么样，还没来得及。行啊，酒后性侵，够了十几年老板了，让他跟老子住。还带个钱，放心吧，亏待不了你，好好表现，换个表情包，我再说，多见。好了，现在行了。你做什么？你不会是在小狗啊你？那他妈比你这个背景期的贱女人强。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女人？你这爱买虎的包还真是一点假，还有这些盗版的山寨货。俺都听不懂你说什么呀？还装呢？你早就被陈大西给踹了，还被他老婆带人打了一顿。没了生活来源，也没脸回村子，靠着在城里的那些见识，开始装阔骗钱玩仙人跳。说话呀！俺再也不敢了。张振明是我的哥，哎，姐姐，俺哥可就交给你了啊！哎，照顾好他。哎，喂，我这是我哎，别动他！这做的什么你啊？Stay away, I want to see you. Stay away, now I can see. 你要干嘛？喂。
什么？这酒农怎么会想要？On the toi, make a trip, seize, then take a trip. Use the dish, have a trip, there's so nice honey. 咋脸也疼？一股子鸡屎味儿，还有这嘴，怎么跟吃了肥皂似的？糟了，不能直视他了，千万别提，千万别提，千万别提。昨天，谢谢你啊，哎。不错，之前你也帮过我忙，既然今天我算是还乡。嘿嘿，不愧是有情有义的好同志。不过我这脸到底咋回事啊？哼，经典渣男开场，干了混账事不认账是吧？这脸你自己扇的。哎，那我这嘴里咋一股子肥皂味？你饿了要吃肥皂，我没拦住。男人没个。这味道啊，难怪他刚刚不对劲。啥？俺勒个亲娘嘞！嘘，小点声。可以啊，哥，你这不偷偷搞对象了吗？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觉得我作为男同胞发生这种事情得负责。不过我没那意思。行了，俺懂。不过哥，我告诉你啊，这谈恋爱啊，不仅要送他化妆品送衣服，最重要的是你得抓住他的胃。哎，张老板，来看看咱刚出炉的烤鸭。咱家烤的鸭肉质肥美，外焦里嫩，来闻闻。喂。稳什么稳？不是，老板，你害不害臊啊？哥，老板说的是让你闻一闻，闻。好香！哎，赶紧包起来。好嘞。哎、哥，这个条件谁不想加？没事，这证明你眼光好。张志宁，这是刚进的货，怎么了？不会是想进军美妆行业吧？商业机密，恕不奉告。呵，给你们。是，不忘记介绍了，这位呢是张志宁，也是做服装生意的，我的房东。这位是江厂。房东，这是张老板你好。鸭脚配上咸猪手，非常登对，有没有？张老板，你真是幽默。他小时候脑子被门夹坏了，您别介意。啊，那个。我请您下馆子去。好，那个，下次再会。
嘚瑟啥呀你？你可别多想，我只是例行观察。先喝一个。好好好，先。你别推我啊！厂长找我去一趟。哎，这么巧啊！哎呀哎呀，那我勉为其难。这白痴要干嘛？啊！张厂长，之前是我太试探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干嘛？我小时候脑子被门夹过，就手抖。哎，李叔，补偿你。喜欢。杨厂长，我来了，杨厂长。这些都是我们村的精品，非常难请到的。好好服务杨厂长。杨厂长，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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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男人嘛，正常行。啊！哎，撒手！你再都毁掉我亲家，还真是不择手段啊！是，谁不知道他是你投资人？那个就放这次。啊！啊！啊！这是？哎呀！口味这么独特吗？求你啊，老板，要不要进去啊？干嘛？进去啊！哎，这个花钱都能看的吗？你们男子不动。哎，江院长，感觉怎么样？哎呀，挺好的。哎，爱莲来了是吧？来，过来一起啊。起？啊，变态！哎，你跑啥？不是你自己说要聊投资的吗？哎，挺舒服的。这边是。厂长，这个力度行不行啊？要不要我再使点劲儿啊？厂长，舒服吗？这个力度怎么样？这力度挺好啊。呸！我太误会了。小苏同志。你不会以为这是我就不了。时间不早了，江厂长，我们白天聊的事儿，你看我呀，已经跟财务说好了，我。哈哈！厂长，不过我的资金链有点问题，能投的恐怕不多。就厂那边二把手已经打点好了。所有资金已经到位了。他这些杂碎拿什么跟我玩？看来你跟我不对。大家好，我作为本场的创始人之一，非常荣幸的担任此次拍卖会的拍卖师。现在我宣布拍卖会开始。哎，老厂长怎么没来？你看一下，41万。42万。50万。51万。52万。55万。58万。80万。80万。王部长出到了80万。还涨价了吗？81万。苏老板抽到了81万。82万。这么好的厂子，你们太慢了。120万。他疯了吗？这价格早就高出市值1/3了。王家为了救城。120万。王主任果然是有实力呀。赌一把，130万，140万，200万，真是君可悲的时候。这拍卖会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
厂子早就是我们吴家的。200万，王主任出到了200万，200万一次，200万二次，200万三次，成交。这么精彩的场面，我怎能不来呢？恭喜王主任以200万元的价格拿下万豪食品正常。啊，祝贺！你徐正来是我认识那个程师傅。你200万，完了！你们听错了没？就我拍卖，王国华花了200万才下了场，你猜怎么着？没错，心脏病发了。哎，他那是自作自受，收钱的救场。厂长，他出了油水，结果他自己给搭进去了。那可不，结果啊，让张老板、苏老板占了便宜。恭喜张老板，恭喜苏老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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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哎，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他喊价跟玩儿似的，而且这么重要的场合，老厂长竟然被其他事情牵制住了，这显然有黑幕啊。不愧是小苏同志。嗯，哎，你呢？啊，我，哎，他们王家有多少家底，又能出多少，这我还是清楚的，所以我立马下定决心来了一个反向哄抬。那可不是吗？当时俺就马不停蹄的去找老厂长了。才不是，你俺先去的。俺先去的，俺先去的，俺先去的。老板，张老板，把旧厂交给你们俩管理，也算是有了好的归宿。您放心，作为新厂长，我一定带你旧厂重创辉煌。等，新厂长。嗯，这合作共赢的法子是我先想出来的，我猜应该是新厂长吧。哎呀，我更合适。你什么更合适？就是安姐合适。俺哥是。安姐才合适。俺哥是。安姐才合适。不是。安姐。俺放心，就俺交给我了。安姐才合适。这些东西我可以。安姐，对不对？就我有多深，所以我不管，你看大家都看在我眼里。就是安姐是呀。真没想到，我苏爱玲也有做单独办公室的一天。请进。苏总，关于图书馆的创建和食堂的开放时间，张总呢？听我的，按原计划进行，图书馆必须建，食堂全天候开放。可是，我才是董事长。他知道修建图书馆又得多少钱吗？那些工人又几个识字？还有食堂的水电、员工，他考虑过吗？按我说的做。听我的。你们俩就和一组相处，就不能面对面聊吗？那行，既然意见不同，我管135，我管246，周天重大事件共同商量决定。OK， 成交。今天下单前把图书馆改建方案交给我。今天耍我。下单了，下单了。姐。知道。
会啊？下班了，啥事儿明天再说。不知道啊，下班时间也少。啊？这张八旗，上辈子让我加班，害我猝死，这辈子休想让老娘多待一天。为什么要延长下班时间？交会日期快到了，产量跟不上，必须加班。产量跟不上，应该讲究效率，一天加班只会适得其反。赶紧的。我不去。今天是我的掌权日，没我的。所有人，两分钟之内立刻回到各自的岗位。慢点，没有我的允许，所有人都不许走。今天是我的掌权日，我有权利在我的下班时间组织员工聚餐，这是员工应有的企业福利。苏总，您看看今天几号了？什么掌权日我不管，要是不能按期交货，可是要付违约金的。为了拿下这个单子，我被客户喝到吐。为了按期交货，我跟他们一起熬夜加班。而你呢，除了夜夜笙歌，你又做了什么？那你考虑过他们吗？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他们受得了吗？每天最忙的不是车间，是医务室。我不管你那些歪理，厂子的发展大于一切。从今天开始，每人每日交货量多加20件，做不到的立刻滚蛋！什么？20件？我这肩周炎，你这再加20件是要了我的老命吗？是啊，这不明摆着让我们走吗？能不能别这么苛刻？物竞天择，这是基本的生存道理。心毛，真恶心！还在这干什么？姐，你真不去了？休假中勿扰。看见张八皮那张臭脸，我就来气。可是，如果厂里忙不过来可咋办？他张经理不是三头六臂吗？哪里需要我帮忙？他自个忙活去。这几天可真是累死了。这日子可真不是我过的。咱们继续。你还不知道吗？上次被张总气的请假回家了。苏总这一走啊，我们的以后日子更难过了。是啊，还是苏总的才行。遇上了张总不近人情，一副吃人的样子。老张，老张，老张，什么老张？出来，老张，王八蛋！你知道俺年纪连到多大年纪了吗？连续工作30几个小时，来玩命的！不好了，张总，厂里出事了。俺都2天没回家了，俺娘还有眼疾，
也不知道这两天他有没有饭吃。别说你娘了，俺都三天没闭眼了，就怕到时候跟老赵落一个下场。都是有爹疼有娘爱的，可他呢把咱们当牲口用了，这破活谁爱干谁干，是不干。对，不干了，不干了。抗议抗议抗议，跟我走。走走。要找这个没出来，咱们今天来就是讨个说法。安静，你们这干什么啊？上千件订单就剩最后一步了，工厂挣钱，大家伙没有钱挣，能者多劳，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啊，有时间在这浪费，都能够多生产几件了。我呸，你看大家伙都累成啥样了，就是王家的厂子也比这儿强。无规矩不成方圆，我给各位两分钟时间，赶紧回到各自岗位，要是不做的马上辞退，上个月和这个的工钱全部扣除。大家伙瞅瞅啊，还威胁咱们，就欺负咱们是老实人，真没良心。就是你老板威胁老实人。行，不干就不干，咱也绝不能向恶势力低头。这地里有粮食，就算丢了这破活咱也饿不死。走走。走。嘿。什么罢工？哎，孟总，这次你开单了，又回来。哎，工人罢工停产，货没交齐，厂子这次赔了不少，而且吴总刚才还说，说什么？说咱们桂祥训育断了咱们一步的合作，还有另外一句维护咱们队长的生产。是的。好，那么咱们把苏总请回来吧，完成那么大事情应该是快事呢。薇姐，你真要去啊？俺葛天峰那些厂里闹得可凶了，差点没打起来，大伙恨不得把咱们皮都剥了。我都不是外人，我知道他们心思想啥。马大海同志，有人在家吗？找男人啥事儿？男人不在家。你好。我是代表厂里来向他慰问的。哟，那来的正好，大家伙快都来看呀！这就是华凌一厂的大老板，欠工资不给钱，还有脸上门？我们还是爹命苦呀，辛苦赚钱还落了一身的毛病。对，俺隔壁老赵就在他们厂里做工，现在还躺在医院呢。太缺德了，这种工厂我们应该坚决抵制。抵制！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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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啥？我要不是人家苏董上次雷锋师，早就去见你姨姥姥了。还有你们瞎凑什么热闹，散了散了。那你先休息啊。姐，你说你这来了月薪还要一家人走广告器，就张俊明闯祸，为啥要你来擦屁股？这厂子是咱们共同创立的，我必须扭转局面。走，下一家。姐，你就行了。行。感谢各位工友给我苏爱玲这个薄面回到咱们华林。我相信啊，经过这次，我们华林会更加的团结积极。前段时间呢，各位都辛苦啦。我承诺从今儿起正常上下工，不提倡加班，每家每户发放慰问津贴，请假两天。
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有价还有钱。鸟丝儿啊，它正飞的。首先，我诚挚的向各位道歉，对不起大家。正如苏董所说，如今的华林像一辆马车，要想车跑得快，不能只靠马拉，而是要道路是否平坦，而各位就是华林的基石。我们只有凝聚在一起，这条道路才会畅通无阻。说啥呢？俺们听不懂。之前是我不够人道，忽略大家感受。生产靠人，发展靠人，一切以人为本。今后就按苏董的方式执行。我再次为之前的行为向各位道歉，希望大家重回岗位，与华林同成长。道歉，老赵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呢，想道歉也行。是呀，就是跪下，跪下，我求求下，跪吧，你得道歉。对，跪下。对呀，那就只要我跪下，你们就都会回来，对吧？是啊，我是不是？对呀。大伙儿都看到了，张董是有诚意的跟大家和解，大家呢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呐。哎，我说马大海啊，你咋胳膊肘还往外拐了你？张董虽然对兰亭是严厉苛刻，但确实也没亏待过咱们呀。是，钱福来，你省省吧。是，省省。这，咱们裁剪车间的愿意留下。咱们熨烫车间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好家伙，昨天那场面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第二次了。是啊，张董是个真爱，能屈能伸。你别说，现在我看张董顺眼多了，跟苏董还挺般配的。师傅，两份饭，一份不要香菜葱花。张董会送大饭呢？你咋知道？厂里有一个好员工，谁的信号我不知道啊，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记性好。是我咋连这个记得啊？谢谢叔。昨天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他。谢谢。怎么又来了？还敢送花？转接清洁组的王婶，喂，宝妈，老李的污水没到吧？立刻从三楼第三窗换来。看来有人不太喜欢我这投资人呢。没事没事，祝你生意兴隆。张志明，哥，你可是发了解了，那个姓张啊。又来给艾琳姐献殷勤了。他跟谁好，跟我什么关系？哎，不是，你赶紧忙你的事吧。
你可拉倒吧，这雨都快给你成段了。嗯啊，哎呀，我方案。咋办咋办？他知道我的心意吗？那我要捅破这窗户纸吗？不行，俺可是路过天空。有了！哎，等会儿。嗯，好。你得好好看看啊。隔壁给你的。哟，会议章程这么贴心，知道我今天来的。关于咱们厂未来五年的发展，我这里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规划。首先，喂，喂喂，大家稍安勿躁，话筒出了一些问题。谢亲爱的小苏同志，犹豫了很久提笔写下这封信，只因对你的爱意和黑夜中的星群。对你的爱意犹如黑夜里的星群。你已经笑了半个小时了。可以呀、啊，老张，没想到你平常还有这副面孔呢。以后也不会有了。不是，你怎么就不能打开提前看看呢？哎，熊，想我老妹你直说呀，搞这出好了吧，说了乌龙了吧，现在全场都知道我在大会上念情书啊。啊，是根基没拿对呀、啊。哎，别啊，干嘛呀，跟个小媳妇似的。再说了，这脸是我替你丢的嘞。哎，你嘛也别气馁，凭咱俩这关系就是包在我身上。不过我这出场费都不低哦。什么算呀，我就不信。没问题，只要能成，多少都不是问题。这叫个什么事儿啊？哎，谢谢。哎，子谦，这风干你搁那边去。哼、嗯。今天我教大家玩一个好玩的国王游戏。今天我教大家玩一个好玩的国王游戏。这个是国王，抽到国王牌的人有权命令任意两个人做任何的事情或者提出一个问题。那要是让他把钱都拿出来会咋办啊？放心，一切都在法律道德的前提之下。行。嗯，好吧。俺是国王，让俺想想啊。二号和四号，真心话。再想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是二号，我有。你呢，谁？哇！下一轮，给我。嗯，他抽吧，来。这次我是国王，那我就说二号和一号大冒险。哥。让他们拥抱一分钟。行。无所谓，姐当年可是夜店女王，什么场面没见过。
你说，你好谁啊？没有你好。不会是你吧？哎，嘿，还真是嘿！拥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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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我辛苦给你攒局。姐，姐，你眼睛咋回事？啊，对，钱儿，你替我。姐，咱可不带这么舍得啊！咱老苏家什么招式不起过？就是你咋还玩不起来？行，等着。大冒险没执行呢。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不好意思啊，杨局长，走路看道，下次注意。是是是。环保局突然就来人了，说接到群众举报，咱们把公共处理污水随意排放。我这大面积污水，虽然罚款已经交了，但是咱们还是要查清楚。绝对不可能，排污系统正常运行，每道程序都是严格执行。把排污公司的人叫过来。不好了，苏总，张总，赶紧去看看。出来！出来！出来！今天出来，我们就把门给砸了！出来！出来！出来！今天出来，我们就把门给砸了！乡亲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老五别激动，你们看看，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俺们都是靠这条河活命的，放心吧，你的命好。乡亲们，造成今天的局面是我们华林的疏忽。我们会赔偿大家的一切损失。赔？拿什么赔？就这个臭钱了不起啊！今天就让你们偿命。你们一索命，你出来吧。是俺的错，俺对不起乡亲们，俺对不起乡亲们，对不起华玲，是俺的错，俺错了，俺活该。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害的。华玲，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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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没看见那个场面，那真叫一个大快人心，差点把那个华玲服装厂给砸了。真的？嗯，可不是嘛。哎，你像这事儿办得漂亮啊！老大，华玲的老杨头说要见你。老杨头，有意思。他进来。俺被华玲开除了，想加入您的纺织厂。我凭什么要你？一凭这些。俺要报仇，他们管理不力，让俺背着黑锅，事后还过河拆桥，把俺开除了。俺跟华玲势不两立。安排好了，57床烟室肺癌。哎呦喂，你放心吧，这病跟你八竿子当不着。这次真多亏了你啊！咱们成一部能抢占先机，截下华林备案。您这是立了大功了，您绝对是我老王家大功臣。哎，主任，你这你说的是非了，刚夸华林也是俺们心愿的。那那什么，以后咱们厂啊，后勤部跟财工部让你老大来管。谢谢主任，谢谢主任，不客气。这些都是王家工人日常佩戴的防具。用料伪劣，完全不符合标准。喂，沈律师，我这里有多起劳务维权的案子。沈律师，你看这些材料够不够起诉？证据很充足，没问题。哟，我说这怎么刚到店门口就弄不见一股子臭污水味呢？二妮子。不是你们这店什么人都往里进是吗？谁是脏东西，很快就见分晓了。老大，环保局的人来了。环保局？老大，环保局的人来了。
王宝杰，咱厂污水违规排放的事被发现了，他厂里被查封了。你说什么？执法人员还要回去抓你问责呢。老杨，怎么回事？就是。怎么样？我们这出苦肉计演的还行吗？要不是老杨当众受人凌辱，你又怎么会上钩呢？好啊，你们一伙的是吧？让开你的狗眼，看看不就得眼熟吗？得癌那小子是你儿子？就是你生产这些劣质口罩，需要他儿子的命。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好戏还在后头呢。从当初这小子刻意煽动工人罢工开始，我就起了疑心。一查，果然没有让人失望。把他留到现在，只是为了不打草惊蛇。接下来是时候该收网。黄木啊，请跟我们走一趟。陈福来，你涉嫌违规排放污水，诬陷他人，请跟我们走一趟。慢着，这是一场矿安员工的联名律师函，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不缺席。彻底击垮了王家厂子。对，可以呀、啊，老张。嗯，还行吧。这事儿一经爆出来，跟王家合作的老板纷纷退单，工人反目，他们吃不完的官司。我还没主动跟他们聊，他们就主动求着，让我赶紧收购。他们呀，也算是自作自受了。嗯，来，为咱们华林干杯！祝我们华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也祝咱们越来越好。今日北方发生百年一遇特大汛情，受灾民众过万，百余人遇难。现在各地已展开抗灾救援。抗洪救灾，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乡亲们，一毛两毛也能让灾区的孩子们吃个饱饭呀。爹，咱是募捐，不是收铺啦。闺女，你瞎说个啥呀？这都是你小时候的最爱，这个捐给灾区的孩子用，多好啊！再一个，是爸亲手给你做的。同志们，作为华林的一份子，更作为祖国的建设者，灾难当前，咱们更得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这是今天募集到的物资。啊，这个是今天募集的救灾款，但是合作社已经下班了，就没法存了。实在紧急，你先保管，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糟了，你们听说了没？俺们捐的救灾款丢了。啥？这都能丢？两毛钱呢？俺觉得吧，是让他们自己私吞了。你们这里乱嚼他那个长生物，先别把舌头给你们拔了。你们假扮的事儿，那现在可都是咱省吃俭用拿出去救灾的血汗钱。可不是吗？咱们这么信任你们才捐的钱，你没倒好。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们已经去报警了，我保证钱一定能找回来。我看这钱啊，就是被你们私吞了，还在这贼喊捉贼呢。这分明是有人恶意陷害，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俺们能等，那灾情能等吗？就是，别他妈胡说啊！这么大厂子会没钱，让他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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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们钱，还钱，还钱，至少还钱。这批物资和款项加起来可不是小数目，明天咱就要发工钱了，咱可没那么多活动资金去填补啊。那就催一催赵总、孙总一手的货款，还没到日子就催啊。这，大玲啊，我这边集结了一些资金，你先拿去用。谢谢您，江厂长，您真是我的救星。行了，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张志明，啊！我怎么太好了？怎么厂长又偷回自个的钱啦？我现在赶紧去看看。这次打死都不能再丢了。放心吧，哎，一会儿路上有点距离，先睡一觉。嗯，这么远的路，你可得吃饱喝好，养足精神才有力气开车。倒是挺贴心啊。咋回事？离灾区不远了，先去找人帮忙吧。个臭娘们！你看你能跑哪儿去？在这等死。没事吧，老爹爷？我这全身疼，这么快就到字了？到底飞哪去了？苏团长，找到了，人在这边，快来！你坚持住，我马上救你！快点，苏团长，你可别死啊！苏团长，你要没死呢，好像体力。你不会多了吧？你胡说！
我只是怕你死了，你欠我的钱就没人替你还了。同志，里边情况很危急，救援难度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们不是搞救援的吗？怎么可能救不出来？今天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那同志，那先回内城去。我。老张，我在。你一定要把咱们化蝶，你这世界五百强。你胡说什么？你要是死了，我明天就把华丽解散了。真的吗？还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给了你一百张，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的讨厌你。但是后来你发现你这个人孙爱玲，孙爱玲，孙爱玲，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我说，故事。他说那个小子昨天晚上没死成，让人给救出来了。灰个蛋！为什么被抓呀？你们这两个王八犊子，那老子长得很土啊！你还瞎凑什么热闹？就是你们两个偷走了救灾款，还欺负俺闺女。我钻的不能果，背着嗓子拿去，那是我亲手给俺闺女做的。没错，看来老子今天还得给你下死手了，是吧？老张亲自殿下教训你们，教训我，爸，我睡了。我先告诉你啊，昨天你闺女已经被老子放火烧死了。今天啊，你就跟他一块去陪葬。住手！哎呀，爹，你咋来了？闺女，今日让你吃苦了，终于换爹保护你。叔，叔，爹，快来人呐！今天小张也没来，你俩赶紧结婚吧，俺嫂有机会给你张一房子。不不不，哎呀，小江来了，快坐快坐。生子的事儿是联系什么？你指什么？
上次你不是丢了赈灾款吗？张志明却来着，那我只好借题发挥了。以他 5% 的股权作为交换条件，结果他很快就答应了。什么？谁让你自作主张了？谁稀罕你的5%的股份啊？没有。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不、哦，不是5%，是1%。除开了5%以外的，是彩礼。嫁给我吧，算。哦！嫁给他了，嫁给他了，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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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怎么给我了？你咋办？我准备开一家服装设计公司，项目设计，当我的服装设计总监。聘请我，那我可不便宜哦。我的全部身家，够吗？那你说，公主，请嫁给我。公主，请嫁给我。啊！小张，把今天会交给你，以后得负担待了。爷、咱俩一人一半。我不同意。我出钱不？你知道吗？我是大英雄，因为我们一时间。遗憾在哪？在眼前。